廁紙啊！又有人偷曬廁紙啊！哇，咁你啱啱，哎呀！大時代嘅葉天同方展博講過，一個人成功一定要找到自己的世界。Office 即係辦公室啦，就是我貪小便宜的完美世界。頭先明明仲有噶，又被人偷曬啊！咪係咯 ，A4 紙都偷。偷 A4 紙咪好咯，啱啱去廁所打大佬嘅時候，啲廁紙被人偷曬啊！咁你咪即係？Honestly， 我真的很喜歡翻工。拜拜。我每天又要搬廁紙，又要搬 A4 紙，所以呢我一定要擁有強健的體魄才頂得住，所以我每天都要吃一粒維他命 C。 少少啊，唔會啦，女仔要飲多啲水。